SARS 是一个很新的经验，让我们知道说它是一个可以被我们透过隔离跟就是隔离病人就可以把它堵绝然后根除。新型冠状病毒它的传播的能力，就是一个受到感染的人他什么时候具传播性，是看起来是很早，早到是一个我们没办法辨识你是一个感染的人。我们其实是有很多还未确诊或者是还未发病或者根本不发病的人在那帮你传播。所以现在中国以封城啦、限制人口的移动啦，全世界以停止飞机的飞行，我们对于这样子的防疫措施的效果就是很难预测它会真的成功，只能隔离来争取时间，透过隔离的过程我们来做更多的观察。现在新型冠状病毒麻烦的地方是我们先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群很好的数据，初期的400多人的病人他的分析就仅止于说有没有去过市场，有没有亲密关系的接触。若是当时做更多的研究，我相信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了解会更多，我也相信疫情的走向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它可以诊断，它具有实验室的能力，可是没有疫情调查的能力，或者有调查不能讲，或者怎么样，或者没有授权去调查，我们都不知道。通常这样子的疾病对我们是叫新兴，我们不大会把它叫做人畜共通。你看到这些新兴感染症常都是来自蝙蝠，对新型冠状病毒来说它对蝙蝠是无害的嘛，有没有益处我们不知道，它是无害的它就看起来病毒它是不会生病的。这些蝙蝠可能在野生的地方它透过几个途径，一可能是它的排泄物被其他的动物接触到了，其他的动物就可以也可以被感染，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可能会捕食蝙蝠，那当然这样子的状况也会被感染。会不会是一个人畜共通，就是看人细胞有没有适合的受体，假如有的话那就很容易从一个人他的排泄物或者是他的飞沫然后感染另外一个人。这几次聚集的感染呢都是这个被在野生的哺乳类动物被感染了之后，他们被捕捉了然后放在活禽兽市场里面贩售，那也许有一只，也许开始只有一只是具感染性，可是当它进到市场里面就会接触到其他可以被感染可是原先没有被感染的动物，所以就在那边有一个循环。接着呢人或者因为捕杀或者食用或者什么，反正各式各样的接触的机会也就是会被感染。正好 SARS 正好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它就是很容易人传人，第一例病毒或者是开始这一个小撮的聚集感染，被你辨识到这里有聚集感染，让多久被你辨识到，这个就完全决定这个疫情有多大。最终疫苗成为是一个疫苗可以用的疫苗，可以这样子安心的使用的疫苗，一定要一步有临床实验。那你第一期可能只是看看它安不安全，第二期看看它能不能产生抗体，这个也都还 OK。然后第三期就是要看它的效果的时候，那就真的是要给一组人，然后不给一组人，然后看这个有接受疫苗的是发病率比较少，那这个机会就没存在啊。所以疫苗的研发都是到了一半就停止。现在，对 SARS 疫苗的研究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是枉费了，它的经验是可以用到这里来的。那药物的话也是一样啊，你研发了之后要有病人才能够去测试说它是不是真的有效，
但是这一次应该会在这个疫情里面找到一些可以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就是会有这个机会，因为看起来病人蛮多的，而且会延续的蛮长的。